追求投手挡一下，二垒手不在后面，还有接到机会传一垒，杨森追求投手挡一下之后，一颗心杨森接到，结果他跪在地上传往一垒，把打击的一垒给刺杀。五局下半，西龙牛队相当可惜没有得分。这场比赛呢，在前面五局打完之后，狮队先是2-0领先的牛队。